大家好，我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的徐红星医生。徐医生发现有很多的粉丝提问，我的血压高了，我该吃什么药呢？医生帮我推荐一下。徐医生不推荐直接选择降压药物，而是建议您到医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然后医生才能够根据检查结果给出适合你的降压药物推荐。这就是我们对于高血压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和综合管理，千万不要听别人推荐哪个药好，也就吃哪个药，因为适合他的不一定适合你。所以徐医生提醒大家，在发现自己得了高血压以后呢，首先要做的是去医院检查是否伴有相关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包括空腹血糖和餐后两小时血糖，记得要查餐后两小时血糖，因为部分患者空腹血糖正常，而仅有餐后血糖升高。如果我们只查空腹血糖，那么部分餐后血糖高的患者容易漏诊。还要查血脂，包括总胆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血尿酸、血酮型半胱氨酸、血钾、血钠、血常规，也应该在常规的检查范围内。此外呢，还应该和医生去沟通一下你的饮食口味是否比较重，那么你的体重指数 BMI， 也就是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的平方是否超标了，以及是否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家族史，是否有吸烟酗酒史。通过以上的这些信息，有助于医生判断你未来十年发生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有助于决定适合你的治疗方案。另外，我们还要检查是否出现了高血压所带来的脏器损害。大多数高血压患者是没有症状的，在体检或者偶尔测血压时才发现，那么有可能你的高血压状态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而持续的高血压状态是有可能引起靶器官，比如心、脑、肾、血管的损害。评估是否有靶器官损害呢，是高血压评估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检出目前没有症状的亚临床的靶器官损害，因为早期检出并且进行及时治疗，亚临床的靶器官损害是可以逆转的。那么这些常规的评估就包括有心脏损害的检查，心脏检查包括心电图检查，看看有没有心室的肥厚、心律失常，心脏彩超的检查，看看有没有心肌的肥厚、肥大，肾脏损害的检查包括肾功能、尿常规有没有尿蛋白，血管损害的检查主要是颈动脉超声，看看是不是有颈动脉内中膜的增厚，有没有斑块。那么对于以上检查，建议因地因人制宜，采用相对简便、费效比适当的检查手段来开展亚临床靶器官损害的筛查和防治，那么对于预防延缓高血压的并发症，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受益无穷的。好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关注健康，关注心血管徐医生，咱们下期再会。